各位同學你們好，今天來到馬來西亞放假，有 Music Buddies 推介，這裡有一間很出名的琴行叫做 Benny Music， 大家就跟我進去試試鋼琴是怎樣的啦。 Hello 大家好，這裡就是 Benny Music 的一個Recital Room 啦，我們就租了一個三角琴來去做今天的示範的。我們今天就租了 Benny Music 的 Recital Room 來做試琴的，剛才我下了去Benny Music 的三樓，它就有一個Steven & Son 的一個 showroom， 裡面的琴聲真的很棒。那來到 Recital Room 不差的用琴，我們用了 Boston， 對了，那這個牌子都不錯的。講回這裡的價錢先，如果你是租 Upright Piano Room， 那就價錢大概80元馬來西亞幣，相對港幣150元左右到啦。咁如果想租呢一種嘅 recital room 咧，就係200多元馬來西亞幣，咁大概等值港幣400多元到。咁如果你哋有機會嚟到馬來西亞玩，又可以嚟練下琴嘅話咧 ，Benny Music 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